我觉得难过会是一直的啦，对，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善良的女生，然后也很照顾我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对啊，希望她可以现在没有病没有痛，然后很开心当她的天使。谁？她觉得我都漂亮，所有人都露出了。来，请先看向中间的钱大哥。看我中间，看向中间的钱大哥。所有人都露出了。来，请先看向中。因为之前就是有婆婆的事情，然后你很难过，后来心情比较平复了一些。我觉得难过会是一直的啦，对，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很好、很善良的女生，然后也很照顾我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对啊，希望她可以现在没有病、没有痛，然后很开心当她的天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，然后我们这个是年度的入围哦，最后一次联欢迎莫嘉的剧，大概是二月份左右，二月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关心他的身体状况，所以就对，内容就不分享了啦。但那时候他跟我讲说他会好好的，叫我不要担心。嗯。我主要是跟 Coco 姐比较熟，所以的话，家人的话就是在这边，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节哀。